仙人掌真太可爱了，你看它又能够为肌肤补水，它的生长能力又强，而且它还很好画。其实我已啊，经画画完好了。了，就是，你是 画对了一不个起，雏形是不是？对，这样可以吗？大家觉得？仙人掌哎，长在叶，这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左手画这个绘画的道具，然后像你的这个，你按着你的手的那个感觉去手的找就轮好了。廓对是不对对是？对，手的轮廓就是有几个指头的那种感觉。但我其实更多的是参照后面的这个仙人掌，而且其实下面画的不是特别的好，就其实大家可可以以，不用看下其实面，可以，大家自己画完画之后，点因为我刺，对画点刺，黑色的边边，然后勾勾啾啾啾，来一点点小小的刺。其实仙人掌跟大家日常看到的很多植物，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更让人放心。对，因为你不用怎么管它，好像就可以了。是我以前的一些采访当中，其实也有说过，就是可能有些女演员就是在房间里会买花啊，会买一些玫瑰呀、啊、什么的去养着，而我就是觉得啊、哦，仙人掌还能防辐射，我 放着它实用挺主好义的，对，而且也很便宜。其实你在路边去买那种小瓶的仙人掌，你就不用有太多的时间去关照它。哎，我先画个大概吧，画省个得大大概，家一会儿烦了看直播。大概就是，其实就哎呀，还挺像的，有点那就意是这思。样了。其实很多仙人掌，我们家里面包括还有什么仙人球啊什么的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模仿家里面的这个仙人掌，然后把它画下来，手对，掌印瞬间就成了这个比较鲜活茁壮的一个仙人掌。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株仙人掌可以今天点亮我们这一片沙漠啊，成为点亮我们沙漠的这一片绿色，也让绿洲盛放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暂时在直播间的你也想漫步在有着澄澈的植物香的仙人掌的绿洲当中的话呢，就可以用立式的叶黄厚仙人掌。香氛沐浴露给身心注入水润能量，时刻充满活力。那谢谢热巴接受我们的挑战哈，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完成一下小小的挑战，然后在微博上面或者拿各大平台上把这个发出来，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互动。